当时拿到了天价稿酬，可以说是剧组当中酬劳最高的一位演员了。这个人就是小白龙王国昭。剧组有一个人的片酬比你们都高，你们猜是谁？马。不是，哎，对，马，马，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马，小白龙，王伯昭老师。王伯昭拍完《笔中情》以后，被杨洁导演认定为小白龙的不二人选。但是王伯昭并不想演小白龙这个角色，原因就是小白龙的戏份太少了。我跟导演他们剧组还提出来过，小白龙戏太少了，我就不想演了。所以王伯昭开出了一个天价，以此来拒绝参演《西游记》。没想到杨洁导演对他开出的苛刻要求竟然答应了。一集500，三集1500。哇，要知道六小龄童6年25集加起来的稿酬不过2000块钱，王伯昭拍。